都冇只三百几钱，咩就攞钱？我发咩？三百我咯，来三百啊！我来咩就攞钱嘅嘛，三百。我话你讲哦，你若搞咩三百无咧啦，你开始我都给一条你，全部三个，你就打来啊！我都给一条你啊，三个楼啊，打来楼啊。三百了，来三百啊！为了要吃挪威青鱼的哇，三百块。三百，这个用这里的鹅肉啊，三百，拢有啊，谢谢。这里无用像我看法。阿姐，你有啦，唔好变，你唔好变讲这个挪威青鱼，要不你买一半要吃看卖无？你买四条，弄个四条，百五了。哎，百五，百五了。对，要试吃卖一百。阿姐，两枚。百五吃看卖。好钱吗？小姐？你这卖四条嘛？两枚啊。不会实现。而且比细咸，油脂非常之高啊！八五够有要来无？来八五，八五走。你想要有啊？啊，留下莫个。你要一包的啊？来，来这个是。来啊，这我来讲哦。来，来，伊咪要一包的哦。要一包的啊？一包的无够。我包偌济咧？我变你几包好伊吧？你若无偌济，就几包伊。我买一张给我的。哎呦，几包好伊啊？到人家这什么物件，你若摇会到这什么物件，我送半只给你。来，咱开始摇啊！有人知影这什么的无？八百五。到人家这什么物件，摇到我送你半只。来，摇到偌济块，送你半只。偌济块？我做生意实实在在，我讲送我就送，我无你白操。哎呀！你要头啊尾？我还有龙给过，真真真真送我的。你今日要食料的，我来画你三百，画你五百，免啦，等于用真的就好啊。吼，你去甘肃鸡蛋市场看偌济，我上给你，我来报告。这内底只要有一只无龙，我小弟啊钱摕你。你有我买着内底有一只食着一只空壳，我钱摕你。三百五百收起来，两百三百只，两百。两百啊！有人要食料的无？两百块。我来讲六只啊，八只给你啊，十只给你啊。我来讲十二只啊，十四只啊，十六、十七。我来讲十八、十九、二十只，唔免三百，两百三百只了。来两包。有人要也无了，当伊自己了好嘛。两包有人要只，我两百块。两百啊！我来讲，你只要我买两百，先给我开市啊！我来讲啊，我来讲啊，我搁加一只啦，搁加两只啦，搁加三只啦，搁加四只啦，先开市啊，搁加五只啊，两百了。两百。我来要只了，伊话两百啊。两百啊，一个啊。真正咧自己拢会动啦，我来讲啊，十只后你啦。来啊，十三只啦！来两尾啊，十六只啊，两尾啊，十九只啊，二十只啊，来啊，我搁加五只啊，无要紧啊，最后够啦，二十五啊，二十五啊，两百，来啊，三啊，两尾啊，三尾啊，第九十啊，十三、十四啊，十五啊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啊，来啊，二十啊，这五只是我头家请你的啦，吼，大家交流交朋友啦，二十五啊，两百，好啊，好啊，够哪边来无两百？两百。你讲人食袂了，想要买一百的无？卖勉强，你小家庭的，你厝一个人、两个人，你买一百嘛是买。掏钱啊！来一百，来一百啊！一百两百了。OK。你卖勉强啊！我讲真心的、欸，你要一百这条，你不要勉强，我做生意足讨厌勉强人家。你买就是一百两百，来两一百。OK。好啦，那宝贝啊，谢谢一百，谢谢。来一百 OK。阿姐，我来讲哦，你看这买一百的面子拢是好个啦。好，这都好野，好野了。这要两包，这要两包，谢谢。你们改两包哦，你们改两包哦。来啦，你们两百啊。OK。来一个，今嘛换高票，改两包，够两面改两包。改两包，好不好？两块，再来接新的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来十六十七十八十九，来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，来包滚。来包住，来你一包也可以拿啦，开玩笑啦，不要勉强啊，来可以拿啦，一包了好了。我还讲啊，二十五支两百嘛，啊就是十二支啊，二四六啦，八啦，十啊，十二支一百了哈，不要勉强。再两百啊，两百你要一包嘛，包紧，一百了好了，一百了好了啊，开玩笑一下嘛，啊做这多就是爱开玩笑，二四六八十十二来包住，一包够要来无，无就收起来啊，谢谢收起来。快点一百块。来，你虾也先给给。虾也先去个，来这个弄掉。来虾也去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虾也要卖，你若要来饲鸡要紧的吼。来，我没有白讲的哦。我虾你若要吃钱啊，鸡要紧的哦。这虾啊，你有大只无？水无？你看伊脚红的，你有看无？这叫啊，
烘咖啡，休息，搁点一份啥？阿爸，我是个样。来，你要食大只啊，这大只啊，这活动啊，这有啥？活动牌子啊，这三叔啊，这有啥？这是它的尺寸啦、啊。爱食白的，画你画你三千，画你两千八啦，上店的。来，这边看。一千块画了，一千块。来，一千了。你要一千块，搁加一个我你啊，一千块。来，一千咯。来，阿伯，你要一千块，搁加一个我你啊，全部啊，三个啊，先加钱也无咧，我都存起来吧。我只要搁送你啊，两个人加搞买就好啊，好不？两个就好，一千块怎么吃？一千。来，一千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若死也袂恁一千有够俗的啊，卖搁考虑啊，大只啊，先加钱的人加，唔免搁考虑啊。两个就好，一千多。来，一千块。然后，咱们食活动白虾，我一千。一千啊！一千块，咱们食，我一千。拢有啊吼，谢谢，感谢你。第一，你唔是我那边，冰箱冰袂落，人伤少，食袂完，食袂完的问题唔是我那边。介绍一下，我来讲，你买两个气价四百了。来四百啊，四百！小家庭你买四百，我嘛赶快上啊，你四百了，四百。来掏钱起来啊！四百，大只哦，这大只，这细只，这大袂哦。来掏钱啊！哎呀，最好就这，这第二天我都无管，四百够买啊，最后两百够了，四百。四百啊！四百嘞。来六百，谢谢。以上拢有啊吼，个人要小家庭的要买几啊嘛，赶紧两百块。来边啊一个啊！个人要小家庭的吼，两百。以上拢有啊吼，好谢谢。阿哥，你要食啥物物件？我甲恁推销一款好食，还是你有要点食？你若无，我就喊我个啊。来，刷二先去，莫规想啊，去，我先甲取药去。啊，这礼拜是最后一礼拜，刷二上我哩。好啦，这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哦。哦，过来就无当安尼哦。哦，我剩五千两百块，就尽量我大家嚼嚼欢喜。这是高岭南的鳕鱼，写一下。哦，写一下。啥物叫高岭南的鳕鱼？好啦。阿爸 OK 了，客官阿杰呢？来阿爸，一包五包，来，五包一包。高岭南的就是哪里讲我鳕鱼这袂求水的啦，这餐厅一个吹起来380块，哈、哦。来，两地吹起来我就700啦，唔免700啦，我五包了。来五百啊！五百块，上面只系五包。来五包。等下等我哩有无无啊？听起来就当只啦。来五包。未够只少啊，好不？哎，走六百啊！这算你五包，咱们只系话鳕鱼。我这地够你啊，三地啊，三地无够，我来讲啊，四地而已啊，四地歹听啦，这地够我食我的啊。来五包，上面只鳕鱼的，高岭南的鳕鱼，这样真的够多。我这地够你，我这地比你更高，人家八万只，卖个高路啊，今仔你敢给钱的人家，我这地够上你七地啊，五包就好啦，五包，五百块啊，紧买啦。五百块要食鳕鱼哇，五百块。五百啊，算你够，咱们只五百块。五百啊，谢谢，来。五百个要来无五百，来者五包。我来讲啊，头一天要来啊，想啊要来，你若七地五包，拢免阁考虑啊，拢啊给。我收一个，我得啊，四地而已啊，五地六地，七地来五百个要食鳕鱼的无？五百哦，以前拢有啊吼。来这边啊，有我就先收起来哦，一地两地三地哦，四地哦，五地哦，六地哦，来七地哦，这五地，五百啊，五地啊，六地而已啊。七地，五百，来谢谢，来刷你个票，一地两地哦，三地四地哦，五地六地哦，六个哦，来收票，来七地五百，要不要今麦后礼拜就普通恢复原价啊，拢五地五百，我来叫六百七个，七地来接你处理，五百个有要来无？无我来先收起来啊，谢谢来，你帮我收起来，来，你个后边过来查水饺去，来，好啦。要不要找钱哦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恁听我讲哦，恁这人个耳啊，拍好开，目睭闭好，多注意听。这个大，伊连三礼拜拢来搞我买这個。这个大，连三礼拜，你来看伊的手有挂三包的无？你甲看迄个去来客户人家看。恁拢买袂来，伊就买五包滴啊，拢袂甲恁好笑的哈。来，第三点注意听。少年家像这个妹妹，你有手机嘛？你谷歌一间工，一间工厂，全台湾真正水饺南埔啊卖了足好的。是啊啦，伊的水饺真正做甲吼，你食看卖啦，哦，伊的水饺做甲足入味的。就是讲这包水饺你啥啥，甚至你连问导游都免伊本身的做味啊。啊，讲啊侪拢废话，你拢卖买侪，你搞买一包当个试食，一包几粒？55粒，350元。你想要买一包？买买两包，买买三包，你家己呛声，先加钱的，一包了。来一包，来一百块，先收钱，拢先收钱，拢先收钱。最后一千块多少？拢先收钱哦，无啊，你是啥物啊？准备哦，你一百块一个，两块你买无？只好吃的水饺啦，我无咧好笑的啊。两包嘛，一百块好啦。好啊，好啊，三块钱。你几个？钱也无啊啦，提啊。
无啦，无，伊遐六岁啊咧。你遐发酒会使无？会使，一箱十二包俩。你三包的嘛？对，两包就好。好来，两包成功。来，继续来。两包。四包。哎，你来当然，若无够，你会当换口味啦，后面有过来冲口味啦。五包，六包，七包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你要六包嘛？还两百，两百，二百，太济啊！我听啦，你那边无够，我看你那边是八种口味的啦。来，两包。你唔免搁退钱啊，无够我讲换包口味了，你今日几包？几包？对个，三包计着。我跟你讲，你无计着，你有两个方法，第一我退你钱，第二你食苦茶，要食苦茶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无话你骗啦。我爸、我妈、我母、我两个囡仔，包括我家己，我拢食苦茶。是啊，我拢食韭菜，用高丽菜卖了啊！好，这韭菜计足好食啊，真正啦，同款一包就好。一百啊，一百啊，超级好，一包两包啊，两盒，那我们袋子啊，两盒，一百块啦，那我们袋子两盒，很好吃哦，这韭菜真好吃哦。你这韭菜哪都有加低吧？啊，再加两包，再加两包，一包够买来无？一百啊，一百块，最好四包无？一百啊，拢有啊，平均好个，只要至少连两块两片啊。啊！你食看嘛，重点是计较，重点是这瓶水饺足好吃啊，真的。你看这两下白啊，大礼拜六来买水饺，你甲想看嘛？迄不是，伊不是买假的呢。啊，这你买一包韭菜，是啊，嘛买一包。最后两包送你吃，我今日高丽菜甲韭菜拢无啊，最后两包。最后两包哦。无买就是甲讲歹势，没有了。最后一包一百块。一百啊。没有了。最后一包五十了，我一半给你，五十块。有人要啊！你妈，我存一包，我甲恁这人家滚球加麻烦。最后这包给刷。加好啊！